国家，你看川普呢，他从上礼拜开始就不断的在强调说啊，中国病毒，中国病毒，挑起种族歧视跟仇恨。可是呢，他突然在昨天，他态度发夹弯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他在他推特上面，他不再讲中国病毒了，他反而还讲啊，他说我们应该要好好保护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亚裔美国人，他们是很棒的人，有没有 ？They are amazing people 哦。好，而且他下面也写哦，啊，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哦，他们也正努力和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我们将一起获胜啊 ，We will prevail together。OK。哎哎，川普态度怎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川普这么自大的人，怎么可能说180度转变就转变呢？果然，我们就发现他推特里头，哎，笑里藏刀，原来有猫腻的。我把他框起来了。他说，我们这些亚裔的人是 amazing people， 是很棒的人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virus， 但是呢，会传染病毒。你看看，还要在这边酸一句啊？你知道，其实呢。川普现在可能幕僚告诉他，你这话太大的争议了，因为他断句断在这个地方，以这样的解读方式就可以看到他其中藏了猫腻了。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讲这些话后果会很严重。那他呢，想要示弱，可是呢，他又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大家能够知道他心里的转折了吧？是我告诉你，大陆人不买单，大陆呢驻法国的。这个大使馆呢，就发了一个文啊，这里头呢就直接讲到，就是说，你川普不用科学的、不用有效的方法去抑制病毒，你只会用包括你说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是你说这个病毒不来自于你这儿来掩盖你的无能，并且他们还用了一个法文字来说川普的大头病，叫做 Trumpandemic 啊 ，Trumpandemic 呢是一个法文啊，是自创的啦。川普大流行病，英文的话就是 Trumpandemic 啦。OK， 那现在呢，这篇推文里头还有讲到一个内容，就是他们觉得美国有鬼，但是里头不断的提到说，你去年美国的这个十月。8到10月所爆发的这个流感，那20000多人死，到底有没有人是死于新冠病毒啦？讲清楚啦。好，我告诉各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哦，立刚，一种呼吸系统病毒从大陆开始爆发，通过旅行者传到美国，第一例患者出现在芝加哥，这是美国卫生部所写的报告。47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病毒大流行，为时已晚。1.1亿美国人感染，770万人住院，死亡人数58.6万人。哇，美国的卫生部发布这样的报告，在这个时候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很惊悚、太恐怖了？哈，对，不是。我跟各位说，这其实是美国的卫生部在去年十月他提交给川普的。那《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权威的媒体之一，他去公布了这件事情，他是想要告诉美国的民众。你川普去年十月就知道了，卫生部长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会疏于防范？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从这样的一个《纽约时报》的爆料，我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猫腻，也就是说，怎么你美国去年就会去卫生部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推论报告出现呢？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你想去做这样的推论？而且呢，在他的推论里头，我要讲进去了哦，你才发现为什么让人家觉得可疑。当时美国的卫生部呢，他在给川普的这份推论流行性感冒的一个报告里头，他的流行性的病就设定是呼吸道的传染病，然后他还说他会发生赤色传染。来，我直接给大家看，他说 Crimson Contagion， 这边赤色传染，赤色让人想到什么？中国大陆，然后赤色传染让人想到什么？一个不明的恐怖传染疾病，你似乎都已经先预言到了，而且还用一个不好听的名称给它称呼。然后他还继续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日期？在去年的十月份，你注意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还讲说，这个病呢会到时候因为有35个人去大陆，然后他们旅行，他们中招之后，他们又去了东南亚，去了中东，去了欧洲，还有人回到美国。一个52岁的男子回到了伊利诺州，然后呢，他儿子疑似也中招，疑似又出儿子又出去参加大型的聚会，所以最后呢，美国就爆发开来，变成了这样。我问各位，为什么美国的卫生部在去年的一月就开始有这样的推论，然后陆续做了很多的演练，然后这么巧，德特里克堡在7月关闭，你8到10月流行病就开始大爆发，10月你就总结报告给了川普，然后你还刚好派军人去参加10月的武汉军人运动会。讲到这个，
来，现在美国自己都有记者在讲他们美国怪怪的。这些记者他所调查出来的是，有一个美国的女军官，她曾经在德克里克堡这个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的这个实验室工作过，然后她也去参加十月去年的武汉军人运动会，是自行车的选手。然后她回来之后，她的两个朋友确诊了，然后她还有一个亲人是荷兰的零号确诊病患，当然这并没有经过美国官方的证实，这是美国记者他们自己去调查的。有人说这是你把结果反推回去所做出来的一种我们讲的这种兜来兜去式的报道，不准啊。但是也有人觉得这里头有一些神秘的巧合，不觉得怪怪的吗？美国现在他想要把整个疫情推到中国大陆，但是。